另外这种的是哈，它有三件事的哈，哎，都要付一个刀架啊，我菜刀啊，我水果刀，还有这个啊刨皮的刀哈，啊刨刀哈，啊过来这边哈，这是有一组四件事哈，这是五副刨刀呢，啊嘛有这里哈菜刀，啊嘛有水果刀啊，有两种。好，接下来介绍镇店之宝。啊，什么是我们的镇店之宝？就是你这么看一组水干呢，美不胜收哈。美得乱七八糟的这一组哈，这组是呢丝瓜的组合哈，哦，这嘛很宽哦，拢做几件哈，五十几件哈，啊，伊就包括咱即马看到啊，有这个啊大盘、中盘、小盘哈，然后还有附那个，像这个应该是牙签吧，哦，牙签过来之后，这个小菜的碟子，过来这个是应该是一个通啊筷子的东西哈，筷子的一个器皿。后来这里是天鹅，这里吼，这里是坑了啊，南汤匙的部分哈，啊，还有我们的碗盘系列啊，这一整组的哈，非常的棒哈。那弹弓底弹的豪宅里底，通常去做哈，我相信讲宾主尽欢，真的很棒。